我们是在灵动的样子，不仅整个下来啊，当然整个我们在动的是整个下来。那这个的用处，这个脚一组啊、嗯，你的手夹着这个脚，来到这个最角落，发生会，来到这个最角落，这个脚等一下是不会被照到的。那看我们在经上就是把这个点着、嗯、要从上面这边点着、嗯、你这样，你要再点一下，他这个会懂。老师，以上动作是你在动，还是神经在动？神经会在动，就像我们在灵动这样子。所以不用刻意。不用刻意。不用刻意。不用刻意，肯定有一个特色哈，你们看这个指令的，为什么刚才有时候？我们火点着，然后在比的时候，它会着不起来，就是有负能量。哦，这种东西很奇怪，它跟香不一样哦。嗯。我们香拿起来，哔哔哔哔，它会着火。嗯。它会着火是有负能量。嗯。哦，我们点香的负能量，它变得香会着起来。嗯。那这个是你会着不起来。哎，谢谢。哦，所以大概。这样怎么办？没有啊，就是在帮他切呢。嗯，继续的，对。哎，继续。没不是，点不着，就像刚才啊。哦。改掉去了。又有哎。又有。又有。那香哦，香它着起来，按住。又有哎，都行。继续。啊，就举这个开心。啊，好，那一般就是请的是，要，因为现在你到比较少讲天女，天女他们直接讲天女，啊，这个不是讲的，前面。哦，前面的脚，然后在后面，哦，所以基本上是从头开始。对，从头开始。你学什么？哦，然后到后来，在这个，啊，一般你可以前面就一次，后面一次就可以了。好，那后面碗就是从里面收收到他头上，啊，就是收，然后这盆子的作用是这里，就是这样。对，你让他带动，他就会，他就会自己带。不要你的意识太高，那你那是真的，因为你不是贴得很近的，你不像代言，你会像师姐那样子，他们直接神经就很。是。好，那因为这有火会比较快，动作比较快，那这样子他们烧就是你就不会烧到自己，都不用担心，这时间都够。啊，那拿香的话，拿香它有一个特色。我们，哦，勾起来夹住，哦，勾起来夹住，哦，那上面要拉开，上面拉开比较会夹，哦，不然就是夹不开，哦，那可以这样，当然，你看这边哈，那谁啊？他现在是让他夹住，来从那边开始好了，这样子比较来，你老公，师兄，你好运练习进来。你老婆在哪里？像你家呀，他不是晚婚了。啊，他是晚婚。好，那这样子说，不能这么简单，要多少啊？
换我的字。练习呀，有那么重要吗？凤起的凤不是要出头？这个出，这个不用。这个你再换。哦，下次改进。我这个再换吗？了解。套圈圈，好像那个是有点像那个边那怎样？我胸前都。那人家如果比较潦草，怎么办？写字写。那平常我们指定他去要晋升的啦，要进宅的哈，要有的红壁就是加在那个水里面，哦，要加那个瓦草，啊，瓦草是里面的先进啊，那个另外一个，那这个也可以拿来哈，直接进宅啊，直接进，反正就干了，我把这准备两组那个，瓦瓦喝，瓦力。但是拿那个火朝上就好，哎，对对对，就不会烧得太快。